天的月亮。今天要去顶楼拍国际太空站飞过天空。来，这台是往东南方拍，然后这台大炮我要追击，来用数位变焦去追追看，看能拍出来多大。然后现在是国际太空站的位置，国际太空站。来，国际太空站会从前面这两栋房子中，两栋大楼中间的地方升起来。这是今天的月亮。应该快出来了。这个，是他吗？要！太难，肉眼真的看得到，但这个曝光不行。这拍出来就一个亮点而已。哇，好酷啊！这只能用1000的，但看起来画面要用手动对焦了。有，稍微比较清晰一点，终于拍到比较清晰一点的画面了。结束了，要下次再研究要怎么拍。哇，应该几个啊？